OK 啦 ，OK， 那我们用了一阵子之后，我们把我们的骨伸出来了。OK， 用了一阵子之后，我们把我们的骨伸出来，然后我们的骨呢做了一些酷炫的东西。OK， 那我们把 OK， 那我们把我们 OK 用了一阵子之后，我们把我们的鼓伸出来，那听起来就像这样子。OK， 用一阵子之后，我们的鼓听起来就像这样子。那我是觉得还蛮酷炫的啦，就是从我原本的我自己打的，然后再延伸，然后再改变一些东西，听起来就像这样子。那我后面还有再多两种不同的，就是再叠更多轨，就是更多，然后节奏更快，就是里面塞得更满，再另外多两个啊，就有另外不同的选项可以让你选择。那刚刚你听的就是一个最基本的，那我觉得比较酷炫、比较好玩的，就是我们把那个拍手的声音，就是鼓里面有一组是拍手的声音，我把它改成变得有点像是枪的声音，就变得有点酷炫啦。也就听起来拍手怪怪的，然后我想说来改变一下，结果拍手变成一个枪声。那我觉得这个鼓里面比较好玩的，就是我们把那个拍手的声音。就那个拍手的声音变成有点像是枪声，就是我想象中的枪声。我也稍微上网查一下枪声长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听起来跟我想象不太一样，就是5.56了。就我们射的枪是5.56子弹嘛，那我想要把它变得我刻板印象中我想要的枪声，反正我就变成这样了。那还有动一些手脚，像是有一些不要的声音，我来调整一下，反正差不多就这样子。那这个鼓里面，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那个拍手的声音，就那个拍手的声音，我直接把它改成有点像是枪声，我想要把它变成有点像枪声啊。然后我上我，那这个鼓里面，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那个枪声，我就是这个鼓里面，我觉得最好玩就是那个拍手的声音，就它原本有一个拍手的鼓。那这个鼓里面，我觉得最好玩就是那拍手的声音。就是它原本是拍手的声音，我把它改的有点像是枪声。那我也上网查一下5.56子弹到底射出来是什么声音，但是我想要把它用的比较我的刻板印象中我想要呈现出来的枪声，反正就用的还蛮棒的，反正就加一点 reverb，然后加一点一些小小的东西叠上去，就变成这样子，超酷炫。OK， 那接着，